们经过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鉴定中心相关人员联系，确定这只野生动物为小白额雁，属于是国家三有野生动物。因为现在是这个疫情期间，咱们也不能把它送到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去，而且吧，现在这个对于迁徙动物来说，现在也不是放生季节，暂时寄养在一个百姓家。